我每朝瞓醒块面都会好水肿，所以今天就介绍呢块 Pink Therapy 天然刮痧板俾大家啦。它可以紧致 V 面，仲可以去水肿，用完块面都会瘦啲噶。它同一般在市面上见到的不同，它是有三个弧形，适用于不同的身体部位嘅。在用之前就搽啲精华先。首先就用呢一个位置，由下而上咁样刮，然后再用呢一个凹嘅位，由下而上咁样刮下面，然后再用呢一个位置，重点按压喺眼尾呢个位，再用前端呢个位置去刮下巴嘅位。可能咧，我淋巴太深，我刮嘅时候咧，我 feel 到佢鑄鑄咁样有一粒粒嘅感觉，睇嚟要通多啲先得。有时我哋用手机、用电脑用得多，个头啊同埋手都会好酸痛，咁呢一块粉蒸刮痧板就帮到手啦。听下，短短几分钟就消到水肿啦。